大家好 ，Excel 漏洞目的 list 咧，佢哋將會參加我哋同巴拿馬華人總協會聯合舉辦嘅2024年阿蘇埃羅中秋活動。到時咧，請大家喺9月7號同9月8號去喺全德咧嘅 Barcelo Central Mall 商場認識 Excel 漏洞目的 list， 佢哋全新嘅 Mondelez Sport 啦。